台湾 number one， 台湾 number one。各位观众朋友们，大家晚安。一连串动听的歌曲呈现给大家。首先介绍的是我们高手指挥名者廖君明，实力派的唱将杨倩石演唱的歌曲，黄以玲的作品《春风暖情》。带来的歌曲《金星惜爱丽》。
你的心忘了季节，从不轻易让人懂。为何不牵我的手，共听日月唱首歌？黑夜有白昼，黑夜有白昼，人生未完有几何？春去春回来，花谢花会再开。只要你愿意，只要你愿意，让梦划向你的心海。春去春回来，花谢花会再开。只要你愿意，只要你愿意，让梦划向你的心海。只要你愿意，只要你愿意，让梦划向你的心海。花心，谢谢。是。哇，你这前面介绍怎么乱介绍？什么男人必唱的歌曲？对呀，很温柔哎，啊是温柔，对啊对啊。这个花心跟那个花心不一样，是三月份是花季嘛，也不是赏樱花，阳明山开花，对不对？是是是。我本来想说是这个女人的心啊，像花一样美丽啊，所以当然要用心对待啊。对对对对，要常浇水啊。没错，要常浇水。是是是。你们转得真好啊！带来这首好听的歌曲，希望大家会喜欢呢。是是，因为这个比赛已经很紧张。对。你看上周那个多有感性磁性。对呀。对。也要再次恭喜我们王健富啊，对，重新登上卫冕者宝座。是是，恭喜啊，健富哈，真正的压力来了。对对对，真正压力来了。不，要做久一点了哈。是，对，做任何事都要专心，不管你公务再忙，每一件事都要专心啊。有这一点，他做得很好。对，我们这个高手组了，廖君明不得了了，剩下最后两关，十八过了嘛？对，今天迈入十九，十九，越来越紧张，越来越刺激啊！你看啊，来先介绍我们的见证律师，是介绍我们姜黄化律师。为我们见证抽奖，律师好。观众朋友们，赶快拿出你的手机，下载民视线上 APP， 或是扫描荧幕下方的 QR code， 跟我们一起预测今天的最高分，拿奖金啦！